我们先一样哦，把那个104的题目档里面总共会有四个档案哦，先把它放到 Photoshop 里面。所以呢，你就下载104的题目之后，把这四个档哦，拖拉到那个我们的这个 Photoshop 里面。那各位看一下，基本上把 TIFF 这个档案放在最右边好了。这个是最后看到的结果，尽量越接近越好。好，OK，第一个哦，第二的话呢，它要我们什么？把这个鸭子放在这个图档里面。不过这个图档目前的解析度哦，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解析度是多少？有没有看到50×50？那他希望哦，第一步哦，50×50，他第一步不是说，因为前一题是开一个新的档案是800×800，那他是希望怎么样？你不要重新开一个档案。你把这个50×50改成800×800，意思就是说哈，我不重新开，但是我要修改，哎，怎么修改？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在 Photoshop 里面怎么去变更它的解析度，从原来的50×50改成800×800，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说呢，他要我们怎么样把那个这个鸭子哈，把它填到50×50，把50×50变成800×800，那。我们先做第一步啊，先把这一张50×50变成800×800，其实用猜的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了。哦，应该是哪一个？影像里面的什么？猜应该可以猜是吧？影像的尺寸嘛，对哈，尺寸点一下就好了嘛，用猜的也可以猜。所以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背啦，有的时候其实上面都有告诉你名称，中文都看得懂啦，这就不是英文版。哦，不过有些公司可能又装的是英文版哦。哦，OK，如果英文版你可能反正就是八九不离十，用猜的也可以猜啊。你就把它50×50改成什么800×800不就好了？这样不就 OK 按确定？哎，马上改完了。哦啊，如果你这招不会的话，重新开一个档也可以啦。不过这一题它是希望你要用，主要是要学会这一招。哦，影像尺寸部分啊，其他还有像什么版面的尺寸啊，你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呢，它这个版面尺寸跟那个影像尺寸最大的不一样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希望怎么样，是希望上面增加，那你可以选这个，它变成说啊，上面增加50个像素可不可以？可以啊，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哈，宽一样是800，高变成850的话，那你可以这边向上增加50个像素，哦，也许你们可以自己玩玩看版面哦，哦，OK 啊，它可以，哪一个方向？去做增加，可以用版面尺寸来修改。OK，那有兴趣这个待会也是自己可以玩玩看，用那个影像里面的影像尺寸变更，好啊，版面尺寸自己再玩玩看。啊，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把那个鸭子这一只，哎鸭啊不是这个哈，应该是这个，这个鸭子怎么样呢？放到我们刚刚800×800那张图，那总共刚好因为这个鸭子哦，它的尺寸哦，刚好可以整除，你可以发现哦。它高度好像刚好200×200吧，我看看这一张图有没有？你会发现哦，其实哦，为什么要大家去改底下这个尺寸呢？因为这样一目了然，200×200，那实际上就刚好哈，如果你把它放到刚刚这一张图的话，刚好就可以整除嘛，200×200刚好四个。不过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刚好把它放过来，刚好就是放成总共16个鸭子。不过你第一个想到，之前我们做过嘛，哈，这边什么，Ctrl A，Ctrl C，对不对？然后这边的话呢，Ctrl V，有没有一只鸭子过来了？但是问题啊，你要再来怎么样，放过来放到这边，哎，不过它好像会自己吸附上去哈。可是问题一只，它有16个，难不成你要复制贴上16次吗？如果你要这样做，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啦，只是太浪费时间了。在那个 Photoshop 里面哦，有更简单的方法。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呢？一，先把这一张图怎么样？我先取消选取，我们不要用那一招，因为那一招太慢了哈。取消一下。一，请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编辑里面有个定义图样。那所谓的图样，就是说哦，你到时候可以把它整个把它当成是。一个它叫图样哦，填入填满，它会自动帮你填满哦，自动化哦，所以一怎么样，把鸭子先定义成图样，它会出现说，哎，你的这个名称要叫什么？
我们就叫预设的好了，或者你打一个鸭子也可以啦，反正这个图样就是看图应该就知道，一按确定定义图样，把它变成图样了。第二步的话呢，你可以切到刚刚这个800×800这一张图里面，编辑里面哦，也是一样用什么填满。那填满呢，之前我们是什么填满什么颜色啊，比如说填满黑色，填满，不过呢你会发现在填满里面 会有一个功能叫填满图样，哎，意思就是把刚刚那个图样怎么样帮我整个填满，然后自己怎么样按照它的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帮你全部涂满，所以填满哦。所以这边的话，一先选图样，二的话呢请你找到这边哦，我们刚好定义过了，如果定义的话你就选其中一个啊，选图样按确定，它就全部帮你填满啊，这样应该会比较快啦啊，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将来有很多个啊，那就要花很多时间啊。其实哦，如果不好各位如果说你要办一些证件，是不是应该会用到大头照嘛？可是大头照如果去外面请人家拍的话，还要一个费用。那如果说今天假如说你要自己拍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啊，自己冲洗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如果你家里有印表机，当然可以印相片的最好。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拿到那个像大卖场，或者像外面好像有冲洗店嘛，冲一张3×5或4×6，你把它冲洗出来之后，再把它剪一剪，其实也可以拿去看它办证件应该也 OK 哈。那这个当然后面我们会再提一下。第一个的话，编辑图样，先把这个变成图样，而且把它填满过来，一就完成了。第二步的话，它要我们做什么呢？第二步呢，它希望我们这个刚刚第二个做完了，就是把图样给加进来。那第三题呢，它要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里面有一个字叫鸭子的字，把它放到那个我们刚刚那张图的中间，并且怎么样放大10倍，然后呢保留锯齿状，保留锯齿状，然后可以参考，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看到的结果，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效果，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有一个什么鸭子的鸭放在这里，但是呢边缘要有马赛克的效果哦。OK， 那怎么做？接下来的话，一样把鸭子选起来，二把它贴到这个中间 ，Ctrl T 放大10倍的话，本来100变1000，但是会有个问题哦，它这个字哦 ，Ctrl A，Ctrl C， 好、哦、有没有？移到刚刚这个地方 ，Ctrl V 就可以。那10倍的话呢，就 Ctrl 加 T 啊，应该还有印象吧？我前面一直强调哦，请各位记一下。任意变形这个非常重要 ，Ctrl 加 T， 1000就是10倍的话呢，就是这边把它锁住，输入多一个零就可以了，1000。好，那你最后的话把它打勾，不过你会发现哦，打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哎，本来应该要有马赛克的，可是你会发现哦 ，Photoshop 哈、哦、太贴心了，它为了说不要让你这样图。解析度太差，对哈，看起来怪怪的，所以它怎么样？自动帮你补点，自动补点很贴心，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马赛克这么起。但问题是，如果我希望就是保留的话，请它不要自己帮你把那个边缘哦变得比较柔顺的话，这地方该怎么做？其实这里的话哦，会有一个设定哦，刚刚好像有用到过偏好设定，一般里面。这边可能你需要怎么样？它的那个影像预设是什么？内插补点，意思是说哈，如果实在是差太多，马赛克太严重，它会自己帮你最适合平滑。那所以特别重要，如果说你要保留硬边的话，记得把它改成什么？保留有没有最接近像素？保留硬边，记得要把这个改一下，效果才会做出来啊。如果你刚才已经做，你可能要把它删除。或者复原 才可以哈、哦，那请各位先试一下，把刚刚的这个步骤我先完成，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哦。刚刚的设定一下，编辑里面的偏好设定一般，好、哦，把它改成什么？保留硬边，按确定。好，再来一样的动作 ，Ctrl A，Ctrl C，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Ctrl V。然后 Ctrl T 一下，
并且呢把这个地方改成1000，1000的话就10倍，然后打个勾，你会发现呢，现在呢马赛克效果就保留了，它就不会自动帮你哈，把边缘弄得比较流畅一点哈。好啊，这样的话就第三题就完工了。第四题的话呢，就是做什么呢？再做出外面这个效果，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一些这个效果叫什么？题目里面他跟我们讲说，哦，这个叫做光谱的渐层，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一个渐层效果叫菱形，哦。那这个菱形的效果你可以从哪边看到呢？这边有一个，这边点下去一样是渐层，之前用过，但是呢请你把这个渐层改成光谱。光谱是哪一个呢？特别注意哦，是这一个，这边有一个光谱的效果，OK。 那这个光谱的效果呢，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那我们就再来特别注意哦，光谱效果找到之后的话，并且找到它有个叫菱形的，所以一光谱，这边抓渐层，这个光谱改成菱形的，所以1 2 3。再来的话呢，请各位注意一下哦，请你把刚刚这一张图做一个效果了，当然这个菱形呢，我做标准就是拉过来之后放开，它会是菱形的，有没有？那如果你要让它效果加上去的话，请你把它改成什么？关键在这里，颜色本来是正常的，请你把它留下颜色部分就好了，有点像套用那个好像有一个遮罩一样的感觉，颜色就出来了。可是你会发现哦，它这个地方好像有菱形，可是跟完成的档案哪里不一样呢？这边我刚刚看 这边有没有，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鸭子红色的部分好像到这里，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菱形如果你要做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其实刚刚那个鸭子我刚刚漏掉了，把它 Ctrl-Alt-Z 一下复原一下，这边的图层记得你如果要再增加，记得再增加一个图层，所以新增一个放在上面，这个叫光谱好了，不要直接把它，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刚刚鸭子那部分就会被盖掉，所以这边多增加一个光谱，然后再做刚刚的特别重要，一这个2 3，然后呢拖拉特别重要，因为我要到这边所以有个技巧，从中间向外拉出去很多很多，大概多一倍，有没有？这边就红色了，这边有红色了，有没有？意思就是说多往外一点点你们可以再试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颜色呢改成什么？改成颜色，有没有？这边就刚刚好了怎么样的效果最好请各位参考一下完成档，最好两边尽量没有违和感没有说点过去感觉好像还是太出去一点点，有没有？所以不过蛮接近的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个地方不太一样，哪里？有没有颜色的这边有没有颜色？怎么办？对这个怎么样拉到上面不就好了，有没有发现意思就是说我图层不要被底下那个图层盖住最后的话请各位把这一题另存新档，一样是104点 PSD 把它存一档然后另外的话呢再另存一个什么呢 JPG， 所以另存新档一个 JPEG 这个JPEG， 然后呢直接把它储存就底下不用设定直接储存，他问你说品质用预设就好了你们交的话就104 PSD 104点 JPG 两个图档OK。那请各位试一下，所以刚刚的比较重要就是说那个图层也许光谱那个图层本来在上面，你把它往下拉一下两个交换一下，那这个鸭子的鸭就不会被盖住了，那尽量效果反正就是做到比较接近就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了104如果这个礼拜做不出来，你下礼拜交也可以了下一次也许你可以早点过来。